写着一首好词，却不知道如何创作旋律；有一副好嗓子，却没有自己的原创歌曲。想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一首歌，想和朋友在 KTV 时唱着属于自己的歌，或许幻想着在未来的某一天，逛街时无意间听到自己的歌，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。2020人口普查歌曲创作大赛替许多人完成了这个梦想。2020人口普查歌曲创作大赛就是为了表达对2020人口普查的看法，这一切都源自于对2020人口普查的观察和认知。得奖者们到底是谁？2020人口普查到底有多么重要？敬请锁定美东国语台周日晚间7点的天下综合谈2020 Census Theme Song Contest2020人口普查歌曲创作大赛。